我们看小朋友，而且那个他们的那个衣服太开放了，对，就这样不好。吸引大众穿这样应该还不错啊。对，只是年龄不太适合。评论正反两极，有人觉得太过成熟，但也有人觉得展现自我很好。跳脱清纯路线，实在很难把他们跟小学生连结在一起。才12岁，尽管引发话题，恐怕也失去天真可爱的一面。三立新闻徐世庭、尤凯如台北采访报道。